got my ticket for the long way round。 准备就在这路边找一些非常乡下的民居反映一下，然后这边我们看看能不能进去，然后他们会不会接受采访。这家算中等的吧，不是特别好看。看他那个生活，来吧，我们已经征求主人的同意，现在已经进到这个院子里了。国际手势，能不能进去？叫Tina， hey， some block lah， hey， beautiful， beautiful， very beautiful， very good。 Can we have a look inside？ 我们来看看他们家里，看看好不好看。OK， Doris， Doris， OK， 他说可能就这个走廊这边看。OK， This is your house， This is your house。拿了我手机。你妈妈老公哭呀？对不？嗯。在哪？还有个三天水。哇。哇嘞。啊。哎呦。Thank you。哇。是他们的，应该是。也对，我也很感冒了，把药库比了卖了，那是，这边多少钱？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小客厅。И не смо јас преми то средили, јас е куќа не среди. Тоа јас ништо не емам, јас тоа звукла. О, тоа е што客厅。那是。哦。Тоа сам јас звукла, виш, чија мало крајни кревете. Развучено. Радимо јас на посу. Thank you. 好了，沟通是个问题，刚才手机没带，然后反正肯定不会那么顺畅，我觉得就这种手势语言就挺好。每家院子都会挺好看，这家就是干净然后大，但是还没有发现，没有感觉说特别有特色啊。我们再找一个比较有特色。好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这个外观拍一下啊。里边也已经拍过了，就是跟我们。就整体外观拍一张漂亮的，然后。这个真是一般，但是既然停下来啊，我也有这个院子，这个院子加分。对。哦，这里好大。这里有几百平。这个应该有200多、300。这个是什么树？院子后面有个什么树？你能吃吗？这是叶子。那小小的是什么？叶子。走吧。这个已经算擅入人家领地了。这家没人哈。狗都叫了。对。这个像一个小城堡吗？这是我喜欢的风格。你是粉红色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就给它刷成粉色。是啊。那粉色就没那个感觉了，好吧。是中途一个修车的场地，不过旁边我们看到一座非常漂亮的民宿，我们准备再过去看一下。这个院子算比较大的了，这些房子。他们说是全部搬出来的。
敲。好热情。他们让我们过去。敲。Okay. Thank you. 一股羊肉的味道。哇，这么大的餐桌，这应该是聚会用的吧？出于礼貌就不往里走了。你是看好 ？OK， No， Thank you。他也问我们要不要咖啡。啊，对，刚才有问。Can we enter this house？ 我什么？哇，这个房子好漂亮。可以进来看看。OK。哇，这个草地拍出来非常好看。哇。这么干净啊。赶紧把东西收一下，桌上有点散乱。Very good, very good. This is the kitchen. 哇 ，Very nice. 没吃多久，我上楼看一下啊。想要了。More sofa. Yes. 他住的。哦，这是他的房间。Very good. Very good. 苍蝇会比较多，因为牛屎嘛。OK. 每家都问要不要咖啡，等一下，里面还有。哦，他们的卫生间你要借用一下吗？我看一下。暂时不用。啊，不用。嗯。哇，这房间好多。对啊 ，many rooms. Very good. Okay, see you. See you. 这个大院子。真好。走吧，你家真好。嗯，还有个桃树。后面那个是什么？哦，是不是养畜生的？他说那个鼻子会难受。嗯。对，闻到那个味道就是。闻到。味道是比较难闻。还有车库啊。有可能 ，yours， 全部都是他们两家人应该一起。地主，这是中国的，在中国就是土豪了。也是他们的车库。好大呀！农机设备。地板是要重新铺一下了，钢筋已经埋下去了，加一层。刚才走的时候还热情地问要不要水啊，要不要饮料啊，可口可乐啊什么，反正都问一遍。叫。
那边有一户人家，门口是那种大的，有那种雕像，好像是。对，简单看一下吧，走。